大家好啊，我是 Wax 啊，今集咧就同大家示范呢个魔术嘅。咁而家我手上边啦有十只牌啦，五只红色同埋五只黑色嘅。好啦，咁咧红色咧就系代表水嘅，而黑色咧就系代表油嘅。咁而家咧，我会将一只红色、一只黑色咁样摆埋一齐嘅，咁啊代表有水同埋有油咁样沟埋啦。一只红色、一只黑色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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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红色、一只黑色。咁咧，以物理嘅角度嚟讲咧，水同埋油沟埋嘅时候咧，过咗一阵子咧。咁咧油就會浮咗喺面噶啦，咁即系话黑色咧就會全部浮咗喺面噶啦，而紅色咧就會沉喺底噶喎。头先咧示范完嗰个魔术咧，叫做水和油啊。是一个最简单的水和油魔术版本来的，初学者呢很容易呢就做到的啦。这个呢是我在中文的魔术书那里找出来的，希望你们喜欢啊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呢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啦。订阅制隔篱嗰度有个钟仔噶，揿着咗之后咧就会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噶啦。订阅系唔使俾钱噶，下集见啦，拜拜。